破坏的。起锅上油，开始炒酱，油肉、葱姜蒜搞里头，小料炒香之后，把调好的酱搞里头，把酱的香味炒出就可以了。不要钱的蚝油搞里头，盐、味精、鸡粉、白糖、食材香搞里头，出锅，放入鸭舌之中，搅拌均匀。有干葱丁、生姜丁、大蒜丁，最后放入香芹，放入酱好的鸭舌，放入花椒酒，焗上20分钟，开盖。哇，再来个小葱花点缀点缀。来，飞哥，来，酱都漂亮吧？还没吃呢就飞了，先吃完再飞。嗯，香啊！生绝，知道吗？没人卖。嗯，欧洲。